帅哥是什么零件组成的？热身让我来比。有。很多人问我，在家需要哪些器械才能练出腹肌？今天告诉你，在家你只需要拥有我。因为我就可以了啊，就可以练出好身材，懂吗？懂不懂？懂吗？兄弟，健身到底为了什么？我健身当然是为了吸引男人。我来努力，还是谁？Yo！大家好。我是《水浒传》中西门庆的扮演者，影星白德雷。在这里，我要向一个人真挚的道歉，大郎，对不起。It's official, old buddy. Who has been? Two, three. 你从天上降落，被你的美丽淹没。人称 Blackjack 情人，21点，我的名字叫成人，你可以叫我人哥，或者叫我情哥，没听见。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你也睡不着啊，好看吗？ Why you always in the mood? Fuck around like I'm brand new. I'm trying to tell you what to do, but try to play cool. Baby, I'm playing by rules. Everything I better. 我穿过所有浪漫银河，所有城市烟火，只为在你心头降落。Okay, got it.
allow me 吗？ You're beautiful, yeah. 你的叫喜欢吗？你的是缠他的身子，你下贱！我就对错发现人类。如果刷到这个视频，那你该反思一下自己了。每次跟你拿钱，都觉得自己像吃软饭，不过我也没有觉得是什么耻辱。这是你不会拒绝的腹肌男友吗？梨花香缠着衣角掠过熙攘，拂桥如红莲深长，停止的黄鹂洞不知你们的纸巾是不是拿来擦镜子的。我是自愿的。不是吧，不可能啊，他长得又不帅又没有钱，你没有理由挑他吧？因为他有种够棒。腹肌看过了，见过鲨鱼肌吗？Thank you.